感觉我们都被雷军给骗了呀，还帮他数了钱的那种。今天小米苏西的定价终于出来了，一场耗时3个月的全民猜价格的游戏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一段时间，各大媒体还有网友们，有的是帮雷总出主意，有的是替小米做问卷调查，还有人号称自己知道内幕消息、准确的价格。另外呢，也有不少的大 V 来凑热闹，像李国庆就发视频喊话雷军，说定价千万不能超过20万。雷军还立刻回复说不可能。你看这些信息下面的网友们的跟帖都乌泱乌泱的。再说小米这边哈，雷总跟公关部经理王化的微博那是天天各种辟谣，意思就是说谁说的价格都不要信，全是假的，没人知道真正的价格，正式发布前一切都还没确定。可是呢，越是这么你来我往，猜来猜去的，大众就越上头啊，就好像谁猜对了就能中大奖似的。在去年的12月28号，小米汽车的发布会上，雷军把苏淇的各种技术、外观、性能讲了个底朝天，但是就是不说最关键的价格，这就把广大网友给急坏了呀！就好比是雷总开了一家饭店，装修好了，什么都配齐了，厨师也到了，广告也打了，菜品也试好了，他还天天发朋友圈说自家做的菜好吃，调料都是大品牌，还有独家秘方什么的，可是他就是不给你看菜谱，就是不让你知道菜价多少，这胃口给吊的，搞到吃瓜群众们一个劲儿的喊。早点开业吧，然后呢，周边的食客都开始狂猜，鱼香肉丝卖35吗？糖醋里脊卖38吗？雷总还立刻会出来说，别瞎猜，都不对，这不就急死人了吗？那大家就更加关注了呀。这么一造势，开业第一天，关注的人能少得了吗？百度指数是测算一个词汇被大家搜索频次的工具，输入小米汽车这个词儿，过去这一个月搜索频次是大幅的增加。2月中旬，这个指数只有3000多，到了3月中旬达到30000多了，增长了10倍，而今天更是创出了最高值。那就说明大家在主动参与到猜价格的这个游戏当中的时候呢，他们会去搜索小米汽车，会研究这个车到底什么配置啊，什么性能啊，跟谁是竞品啊。因为猜价格总得有依据嘛。那不知不觉呢，就把苏淇给研究透了。想想啊，各位，平时你们。有多少人看我的广告，都是一划而过，多一秒钟都不舍得浪费。可是小米汽车却这么多人上杆子的去做研究，那么多看不懂的科技术语还要去硬啃，特别是无数的自媒体都把小米定价的合理区间给推算出来了，什么25万以上就没有性价比呀，什么21万就能吊打呀之类的。你看啊，小米汽车压根儿不用花钱，就一场猜价格的游戏，免费的做了一场全民持续了几个月的大广告啊。那说回雷军好了，2017年他跟全中国最会说话的几个男人马东、罗振宇、何炅在《奇葩说》同台的时候呢，还显得特别的内向腼腆。有人说他基本上就是吵架吵不赢的水平，还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后来呢，他开启了年度演讲，演讲前还通过社交媒体自嘲说有点社恐，希望大家多支持。但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雷总，这次就这么低成本的收割了高流量呀。今天这个价格。房贷利率的低点可能大体上已经形成了，央行不是在周五突然放了个大招，降准0.25%吗？这次的降准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超乎市场的预料，但其实央行行长易纲之前已经剧透过了。而且如果重温易纲之前的那段讲话，你会发现目前的房贷利率可能已经形成低点了，甚至不排除有的城市的房贷利率可能还会上涨。在两会之前呢，易纲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目前实际利率水平比较合适，降准提供长期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仍是有效方式。你看这段话的后半句，不就刚好对应了这次的降准吗？而前半句的意思也非常的明确，那就是目前几乎没有什么降息或者是加息的空间。可是为什么说房贷利率的拐点已经形成，甚至可能会上涨呢？首先，咱们的房贷利率定多高是按照 LPR 加基点来做的。之前央行给的标准就是首套房贷的利率下限是按5年期的 LPR 再减掉20个基点。比如 LPR 是4.3%，那最低可以做到4.1%。但是去年房地产形势非常的严峻，所以呢，后来央行和银保监会又给它松了个绑。那就是如果哪个城市你的新房价格环比、同比都在连续3个月下降的话，那你就可以比4.1%还要再低一点。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呢，咱们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居然有38个城市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最终呢，其中有19个城市的房贷利率是跌破了4%，最低的甚至到了3.7%了。但是后来不是去年底疫情放松了嘛？那之前积压的一些购房需求就集中释放了出来，再加上大家对未来预期有所好转，所以呢，现在购房意愿在明显的回暖。
刚才说到的38个符合条件的城市中，现在还满足3个月连续下跌条件的，就只剩下7个城市了，分别是大连、沈阳、长春、济宁，还有锦州、牡丹江和秦皇岛。除了他们之外，其他的城市都在回暖。另外呢，按照统计局公布的70城房价数据也显示，2月份1、2、3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都开始上涨了，这可是17个月来的第一次啊！虽然说现在房价跟之前相比肯定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呢，按照科瑞30个重点城市的新房成交面积数据来看，现在也只有北京、上海、常州和海口的新房成交面积是环比下跌的，其余全部是上涨的。而这里呢，大家也都明白的，北京和上海的成交其实是在被人为压着的。那么现在情况是，央行行长已经基本明确了整体的利率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楼市只要不再变得更差，那么房贷利率就很难再有下行的空间。像去年那种击穿4.1%的利率底线，甚至最低能到达3.7%的情况，可能就会需要调整了。毕竟去年那种极端情况是很难再出现的，所以说现在的房贷率的低点大体上已经形成了。昨天晚上，全球科学界几乎都在彻夜沸腾，因为美国科学家迪亚斯宣布说，他们团队研发的超导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可以在近环境的压强下实现室温超导。什么意思呢？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物体根据电阻大小划分，可以分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这个电阻越小的，它的导电能力就会越强。比如说，最好的是银，其次呢是金、铜、铝等等。性能跟成本不同，决定了它们的应用场景的差别也会很大。像普通电缆呢，一般里面就是用铜，然后像一些高端精细的设备里面，则会要用到金、银等等的贵金属。但是不管是金还是银啊，它只是电阻小而已，但毕竟还是有的。而超导体则是完全没有电阻，所以呢就会具备很多逆天的性能。咱们选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场景来说好了，人类呢一直希望能够实现可控核聚变，这样呢就可以拥有无穷无尽的能源。但是呢，这个核聚变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达到了上亿度，地球上没有任何的物质能承受得了这么高的温度，就只有用非常强的磁场才能把能量给锁住。但是要产生这种磁场呢，就必须要超导材料。可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实现超导材料需要超低温加超高压，可是这两个条件都太耗能量了，甚至连核聚变反应堆产生出来的能量都不够维持磁场的。所以如果这个超导材料能够实现突破的话，那么核聚变反应堆的能量就可以有所剩余，那这样的话咱们人类文明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这个事儿甚至不会亚于目前几轮工业革命的总和。当然了，目前这个迪亚斯宣布的这个室温超导材料还是有很大争议的。比如呢，虽然他说温度只要在21度就可以了，但仍然需要10000个大气压。有专家就说了，这个事儿可比保持零下200度的低温成本高多了。另外呢，迪亚斯这位老兄之前发的超导论文还被权威的科学杂志打过假，后来呢还删了稿。那咱们中科院物理所今天也为此专门发了一篇文章，说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其实呢，咱们中国在超导这块的研究是属于世界前列的，像之前合肥的人工太阳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但那个事儿呢，毕竟还只能算是量变。如果这回迪亚斯的这个发现是真的，这可是真正的质变了，轻松拿下诺贝尔奖是毫无悬念的。要说起来，咱们人类文明的历史已经有几万年了，而在这几万年的人类文明里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平淡无奇的，关键的决定性的变化其实也就只是那几个标志性的节点，比如说直立行走，比如说新的能源被使用，新的技术被发明，新的材料被发现。这昆明现在是全面辟谣了关于城投债的一些消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前两天网上有份会议纪要广为流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昆明有城投债要爆雷了。然后今天上午呢，昆明市国资委发布严正声明，说这些都是不实信息，要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权益。而最早传出这个负面解读的金融机构的当事人也已经写了道歉声明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谣言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年城投债的压力确实挺大的。2023年城投债到期规模合计 5.7 万亿，同比增长 52%。这么多的债务集中到期，万一真的玩脱了会有什么影响呢？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城投债。地方债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地方财政在账面上面借的钱，这个通常叫做显性地方债，另一部分就是城投债了。地方政府会成立几家公司，把公路、桥梁、煤炭什么的往里装，然后呢这个公司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找银行借钱，然后再把这个钱拿回来给地方政府使用，那么这个公司其实就相当于是地方财政的投融资平台了。而银行里面其实有很多理财产品，它会去重仓一些利息比较高的城投债，以此来拉高收益。
那么有很多城投债的资金，它流入的项目都是有着一些公益性质的，比如说像城市客厅啊、观光步道啊，甚至菩萨大雕像之类的。这些项目其实没有什么创造利润的能力，但银行不会管这些，因为城投债的背后有地方信用的背书。而有一些城投债它利息很高的原因，也不是说他们的赚钱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风险比较大，如果不给高点的利息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去买。那么一般来说，地方政府的创收能力越强，偿债能力越强，举债的额度就会越高。但呢，有一些地方政府它的财政收入是比较低的，却为了居民生活舒适便捷，基建搞得太快了，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收入连利息都不够还了。那这个事情万一玩脱了的话呢，不光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进度，也会把风险传导给银行、资本市场、储户以及投资者，甚至会由此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大规模的金融风险。但是呢，也不用恐慌，因为实在顶不住的话呢，按照经验，可能会把债务转移给上海这些宽裕的地区，或者直接转移给总部发国债来解决。去年年底，中央财政国债余额只有25.8万亿，占到 GDP 的比重是20%多，相比美国的120%，咱们的提高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嘛，所以真正违约的概率并不大。如果万一要是没人管，真违约了的话，那这些城投公司又只能耍赖，按照公司法原地破产了呀。其实长期来看呢，刚性兑付总要被打破的。地方财政或许更应该担忧的事情是他们的创收问题，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够摆脱掉对于土地收入的依赖呢？公开喊出来说已经没有办法靠自身能力还债的贵州，最近难道终于要迎来救兵了吗？4月20号，中国信达与贵州金融局在贵阳开了个会。中国信达在会上表示说，将会组建50人的金融专家团，重点围绕着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跟贵州开展合作。此外呢，更高的层面上也是有动作的。4月14号，贵州省委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碰头，都是由一把手出面签署了这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资委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像这样官方的新闻表述通常是不会那么直接的，但市场的嗅觉很敏锐，觉得这可能是要准备解决贵州的债务问题了呀。这个贵州曾经是中国最落后的省份之一，但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就以交通为例好了，虽然贵州是山区，原本交通非常的不便，但这些年来呢，新修了很多的高铁、高速公路什么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改善。但问题是，修路是要花钱的呀，光靠贵州本身又没有那么多的钱。于是呢，就有两个办法，一是中央拨款，也就是转移支付，二是自己去借钱。在这两个办法里面，借钱是大头。贵州一共借了多少钱呢？按照公开的口径是1.3万亿左右。当然了，这些钱也不光是修了路，也干了一些别的事儿，其中呢也有一些跑冒滴漏的行为。就比如说财政收入都不到10个亿的独山县，居然花了几十亿修了一个什么用也没有的景点，叫做水丝楼。这个事儿直接把当地的财政都给搞崩溃了。而这还不是个例，在之前 GDP 考核的这个导向之下，有很多地方为了出政绩都是在举债搞发展的。那贵州的 GDP 是2万亿，它每年的财政收入是1800亿，加上中央转移支付给的每年3600亿，那它每年其实还有400亿左右的财政支出缺口，也就是说呢，赚的钱其实不够花的。那以前呢，还有房地产牛市，地方政府靠卖地也能挣不少钱，可是现在地又不好卖了，所以呢，想靠自身的能力还上这1.3万亿的债务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呢，连贵州官方自己都在说，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的推进异常艰难，仅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那这些债怎么办呢？之前遵义的道桥集团有过这么一个案例，150多亿的债务，道桥集团跟各个银行达成了协议，展期20年，前10年呢只还利息不还本金，后10年再分期还本金。其实银行也不傻，他肯定也不愿意当冤大头，但是这样的协议居然都能达成，那就说明其实对银行来说，这已经是当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因为就是没有钱呢，硬要的话也是没有的，那么就只有靠时间来换空间，期待未来能够。重磅的政治局会议在五一长假前的最后一天召开了，会议的信息量依然很大，有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提到。在这里呢，简单跟大家概括几个要点。首先关于经济上呢，会议是定调说咱们的经济在稳步的恢复，增长是好于预期的，但是内生动力不强，基础不牢，继续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那这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咱们的政策暂时是不会转向的，但是也没法预期有更强烈的刺激。
第二，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名了人工智能，强调说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什么是通用人工智能啊？就是说那些具有咱们一般人类的智慧，可以执行人类能够执行的任务的机器智能。这就意味着政策支持更高级的大模型的发展。但是客观上来说，咱们的技术目前距离 ChatGPT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呢，现在的政策上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同时的会上也提到了要防范这种 AI 工具在使用中有数据泄露、生成虚假信息以及数据的来源的合法性等等的风险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呢，之前网信办已经有了相关的监管办法了。第三呢，就是单独点名了充电桩和储能。虽然说呢，新能源这块咱们的发展是很快的，但是像充电桩啊、储能啊以及配电网的改造，这些还是相对的短板，得有持续的政策扶持。而这也表明了新能源会是长期的主线，但是政策的重点在上游的配套，下游呢就还是交给市场，让他们去充分竞争。第四，对于平台企业的表述是要规范健康发展，并且鼓励头部企业创新。可是如果你要继续搞以往那种坐地收租的平台模式的话，就依然是不欢迎的。第五，对于房地产最近一直是呵护有加的，这次的会上也说了不少，核心呢还是稳，但是呢稳字的含义自然是不希望你下跌，但是也不希望你上涨。另外，或许是看到淄博的成功经验，会议上也提到了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文化旅游等等的服务消费。这样的表述过往是很少见到的，而文化旅游、改善消费环境等等这样的一个意思，恐怕都是希望能够多出几个像淄博这样的案例吧。好了，那么关于这次会议的解读就到这里了。最后祝大家五一快乐。